的阴谋。我的宝贝女儿又长大了，快许愿吧。我希望我能学会世界上最厉害的元能，这样所有人都会崇拜我。雪莉，你有什么愿望呢？我不想要任何东西，我希望身体快点好起来，不让其他人为我担心，希望人民幸福快乐的生活。还是雪莉最懂事啊。御医，御医在哪里？你盯着本公主看什么？你是公主？当然，我是喵咪多的公主芙蓉。你是？我是潘麦达，我没有爸爸，没有妈妈，是个孤儿。有爸爸妈妈干什么？他们讨厌。可是没有爸爸妈妈会被人欺负，会饿肚子，那感觉太难受了。你好可怜啊。我才不要人可怜的，你是一个公主，来鱼骨岛干嘛？什么？这就是鱼骨岛？嘘，你不要告诉别人我来过这里。你打死我也不说。拉钩。告诉你吧，今天是我的生日，可是我那讨厌的妹妹又病了，害我的生日礼物泡汤了。蝴蝶，你是怎么变出来的？这不过是障眼法，我就靠这个在街头混饭吃的。你不喜欢就算了。谁说我不喜欢？我还没收到生日礼物呢。我从来没收过生日礼物，其实今天也是我的生日。好了，你可以许愿了。我的愿望是每天都能见到你。芙蓉公主，她真的是个公主，我一定要更努力才能跟她做朋友。
这只黑猫，他们怎么离开玉姑岛的？啊！快走！这家伙居然去学习了阿元能，真是犯法的，他疯了！如果他看到今天的我这么强大，一定会很高兴的。孩子们，根据喵咪多的传统，在双生姐妹成年的日子这天，光幻星会选定一个作为新的国王，另外一个元能就要被封存。今天我希望不管你们谁被选中，都要和睦相处。伟大的阿米塔先祖们，请告诉我们，谁将是下一任的喵咪多女王？请安静啊！下面我宣读女王的第一份指令，对鱼骨岛大赦实行无罪民政策。女王万岁！女王万岁！这一切最终都会属于我的。小妹妹，这是要去哪里呀？包袱里装的是什么呀？滚开！不准对本公主无礼！这丫头是傻了吧？居然自称公主呢！这包里装的是什么好吃的呀？我们都好几天没吃饭了。兄弟们，给我上！公主，你没事吧？你认识我？是你？喵咪多公主有非常厉害的明元能，你刚才怎么不对付他们？已经被封印了。放心吧，以后只要有我在，我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。你刚刚那招好厉害呀，是什么？那是暗元能。太好了，你能教我吗？不要再练了，你体内有封印的明元能，小心走火入魔呀。不行，我一定要变得更强。都是真的。芙蓉，
芙蓉，芙蓉！啊！光，不，我不能，我身体里的元气已经耗尽，再也无法生活在阳光下了。不，芙蓉，你不能离开我。芙蓉，你等我，一定可以的。哎，不，不要，一定还有别的办法。我要彻底毁掉光环系，让所有的一切变成黑暗。你的心意是最棒的礼物。